美女张嘴就管我叫老公，我也没惯着她，上去吧唧就是一口，亲在了嘴唇上。后来我说我要走，结果我刚讲完了，先走了啊，你先走吧，拜拜媳妇儿，嘴儿挺甜，拜拜。哎，哥们儿，啊，我买完单了，哥们儿，不是哥们儿，你真厉害。你教教我怎么哄媳妇儿呗？我媳妇儿老跟我生气，也哄不好啊，太费小龙虾了。太费小龙虾，你不开店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亲个嘴解决不了的。那如果亲嘴不行呢？你亲嘴不行，你就换个地方呗，对不对？懂没懂？懂了。对了，下回你媳妇儿来给加份小龙虾啊。哎呀，不是我媳妇儿，哎，算了，你不等我走了啊。来啊！哎，好嘞。我的天，累死我了。这老板挺有意思啊。这一天，不是你上来干啥呀？回家呀。回家？你回谁家？你都叫我媳妇了，你说回谁家？不是你没完了吧？刚说好的，吃完饭你就走，赶紧下去。这么晚了，你真让我下去啊？那咋的？这么晚带你回家睡一觉呗，还得赶紧下去。哎呀，开玩笑，你别生气了。我都跟我闺蜜约好了，晚上去她家。拜拜。拜拜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粘人。你这腿能长点，啥意思？要一下。哎，那加个微信呗。加不了，赶紧走。哎，我靠，我手机号。手机号是不是同步的呀？不是，你挺聪明啊。行，这回加上了，走吧。那我问你个问题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我没有固定的，我全看感觉。那你猜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我不感兴趣，我不想知道，你走吧，行不？拜拜。哎呦我去！微信记得通过一下啊，拜拜。你要给他乐的，他说这腿是挺好。哎，我的天哪！但该说不说，亲嘴是真得劲儿啊！